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公司 Legacy Investment 的 YouTube Channel。 第一条影片，我们将会和大家介绍一下公司的服务范围和内容。在以往十几年，我们公司的创办人都成功为世界各地不同的客人成功投资物业，无论是自住还是投资，我们都能够为客人处理债所有相关的事项。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楼盘，相信大家的心水和要求都会很不同，例如上班族就会比较倾向选市中心，容易通勤，一家大小有小朋友的话就会比较着重校网。我们的团队在曼城已经有超过20年物业投资的经验，我们会首先了解客人的需求，提供专业的意见，再透过我们对市场的熟悉程度为大家找合适的物业。完成相关的法律程序之后，我们的团队还可以为大家提供装修服务，务求令大家可以安心地入住，又或者将往后租务的问题都交给我们公司处理。在英国买过物业的朋友都会明白，整个买卖的过程是十分之繁复，如果同律师团队沟通出现问题的话，分分钟还会影响整个成交。我们公司有合作多年而且值得信赖的律师团队，而且还可以为大家转介持有英国专业认可资格的会计师或者贷款经纪等等，咁大家就可以将一切繁复的买卖过程交给我们团队帮你处理，将一切化繁为简。我们公司亦都有专业的装修团队，确保大家不会遇上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大家之前都遇到不同类型的装修问题，都欢迎联络我们，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帮大家追讨翻相关的赔偿。成功购入心仪的物业，找个信得过的物业代理帮你管理是很重要的。我们了解了客户的情况之后，会根据大家不同的需求去提供不同的管理方案。我们可以全面地帮大家管理，又或者帮客户处理部分的程序交返给业主自行收租亦都可以。公司今年主要成立的原因，都是开始留意到市场上面经常都会收到有关于物业管理又或者租务上面的问题。之后的影片我们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些真实的个案，到时大家就可以更加清楚了解我们公司 Legacy Investments 怎样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意见和服务了。欢迎大家随时联络我们。